现在彰化的八卦山，因为假设要爱台湾的话，一定要在台湾好好的玩。那假设台湾知名的景点都玩过的话，不如来试试看这些 B 级的景点。B 级景点精选，彰化普天宫。那等一下带各位看看里面到底有多 B 级。十八层地狱啊！地狱被戳死了，死得好惨，干好弱、哦。一，这是高科技啊，一直在转。别让我进去！地狱啊，地狱啊！我看我把你倒栽葱！什么？哎，明明明明很猎奇，然后就很好笑。他为啥倒着开啊？他会倒吗？他会倒吗？他会倒吗？喂，他要倒酒了吗？干骗子！没有，他的还要喝了，没喝到。你也没喝、啊。他会叫，好大！哎呀，有一个人在这边呢、啊，我有没有看错？哈哈烂套啊！哎，看冲过来很可怕、欸。对啊，我刚一度还吓到。还有、欸。哦，我赶紧撵！他在干嘛？你在偷阿翔？你干嘛、啊？他在干嘛？隔壁还有一个，你看不到。啊，还好啊，你没有爆点。然后突然站起来，对啊，是这样，干，哎，这边有一个，干，这好可怕，好近啊、哦，哎呀，他躺着的，好可怕，快点亮啦，他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他的 tempo， 你不知道，快点亮，我要拍，我要录影，喂，他只会喷气而已，好炫。还是不动哎、欸，这边坏掉了吧？它只会喷气、啊。为什么没有动？就是没有感应。我花了50块进来，就一个不动。很生气的啦。哎呦，哎、欸，这边会突然上升，哦、这边是不是又要吓人？啊！干你娘！干你娘！我没吓到。你还好？哎呦，哎、欸，还有漏奶，靠背。那外面怎么打风哦？好，这个是色情的、啊，打瓜出，就这样。你在录影？对，我在录影，我通通都在录影。哦，干！那个是个彩铃。里面有亮灯不可怕。撞起来了。你、欸、还不错哎、欸，这比秋茂园好多了。哦，哦还好，没有声音都还好。到了，无聊。喂喂喂喂，现在听到喷气我都会。干，不要再喷了啦。那是气阀的声音。好、哦，嗨，我、哦、干，吓死我！哇，好热、哦。我出来了。我想再走一次。阎罗王，我错了。鬼门，我、哦、干，零点，就三，有头断，哎呦，头断还拿着自己的头，
然后那头的那个灯泡真的很廉价。嗨，摇头哥。你只能笑，应该没了吧？